我本来是讲七点半要开始，哦，七点半要开的，哦，恁早六点半大家就拢来啊，哦，今天真的非常的开心，哦，是我们小朋友人生的一件大事，他们要从幼儿园毕业了哦，要来领取他们人生的第一张毕业证书。那很多的亲友团都已经来到我们的会场，那我们不要罚站，我们赶快找个位置坐下来。哦，他妈妈园长有讲吼，咱第一排是要让我们家长去上的，哦，啊，所以呢，希望大家小朋友在表的时阵，安拢卖挂来这个舞台家，哦，以免会影响到小朋友的表演情绪。那我们的典礼呢，可以提前开始了。那我们的毕业生准备好了没？好，毕业生准备好了。现在麻烦大家的目光哦，转到我们的星光大道这边。好，等一下呢，我们的最佳男主角，我们的女主角要进来了哦。来，我们的贵宾，我们的大朋友小朋友，伸出你的右手，跟我比个五。好，把你的右手举高哦，比个五，好不好？那我们一起来倒数计时，这个伟大的时刻，一起来倒数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凤园幼儿园第30届毕业典礼，典礼开始。首先，先代表凤园幼儿园全体的教职员工以及小朋友，欢迎各位嘉宾及家长的莅临。今天呢，是我们凤园小朋友毕业典礼的大日子，也是他们人生中第一次的毕业典礼。谢谢大家的光临，也祝福相信他们的未来会走得更顺利、更光明。各位嘉宾、各位家长，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的毕业生进场。而且今年也很难得哦，我们要邀请我们毕业生的家长走过我们的星光大道。第一位进场的是洪云志小朋友，以及洪云志的妈妈，他是一位天真善良可爱的小朋友，而且会常常帮忙老师发功课，照顾弟弟妹妹，是老师心目中的小天使。接着进入我们星光大道的是我们的洪永霞，以及美丽的他是一位阳光男孩，体贴动人，而且喜欢和同学玩在一起，是一个人见人爱的小帅哥。接下来第三位进场的是杨伟涵，是一位妈妈，他是班上的小美女，个性善良，也乐于助人，喜欢看看。
是一位贴心的小朋友。好，各位亲爱的贵宾，各位家长，现在呢，站在舞台上的这一些小朋友，就是我们凤园第三十届的全体毕业生，请给予他们最热烈的掌声鼓励。还有站在他们身后的，就是我们的最伟大的爸爸妈妈、姐姐，也给他们热烈的掌声鼓励。好，我们的毕业生家长，我们请入座。好，大家有发现哈，有参加过我们的毕业典礼的家长都知道，今年的毕业典礼真的非常的不一样。我们特邀请了我们的家长一同来参与。那跟爸爸妈妈再报告一下，我们第一排的位置可以提供给家长拍照，我们可以坐到第一排。奉茶仪式，今天呢，我们有一个感恩的仪式，要把我们心目中对爸爸妈妈的爱，透过这个奉茶把它表达出来。毕业生立正，毕业生向后转，奉茶仪式开始，踏出感恩第一步，感谢爸爸妈妈天冷的时候为我们披上外套，晚上为我们盖被子，天气热的时候帮我们换衣服擦汗。虽然老是嫌爸爸妈妈啰嗦，但是呢，我们不会忘记你们对我的好。踏出感恩第二步，谢谢爸爸妈妈在我跌倒受挫的时候总是默默支持我，告诉我不要怕，不要怕，我是爸爸妈妈最棒的孩子，您不断地给我信心，让我勇敢跨出人生的每一步。踏出感恩第三步，感谢爸爸妈妈无怨无悔地拉拔我长大，看到你渐渐生出的皱纹，逐渐粗糙的手掌和即将消失的青春，我知道您很辛苦，您很伟大，我会永远的孝顺您。毕业生单脚请跪地，请奉茶。请爸爸妈妈接受我们小朋友一杯小小的茶，小小的奉茶仪式呢，要让小朋友也能够学习到感恩。奉茶仪式完毕，小朋友向后转，向前来，我们向前走一步。好，爸爸妈妈，我们请起立。来，我们再一次哦，用掌声来恭喜我们的毕业生，以及我们最辛苦最伟大的爸爸妈妈。好，毕业生家长向右转。好，我们等一下呢，我们可以先到那个座位区先入座。来，爸爸妈妈，我们慢慢的走下舞台，谢谢你们。哇，以后呢，可能要等到我们的小朋友被抓媳妇被给走命，可能靠这个画面来产生啊。好，毕业
立正，来，我们向后退一步，我们站在那个点点上面，站在第二排的点，来，我们站在第二排的点，对，颁奖，颁发毕业证书。毕业生代表洪云志小朋友请出列，恭请园长颁发毕业证书，大家请掌声。恭喜我们的小朋友呢，从园长妈咪的手上接下他们人生的第一张毕业证书。颁发毕业礼物，毕业生代表林子阳小朋友请出列。今天呢，小朋友真的非常的开心，有这么多的亲友团来见证我们人生的第一场毕业典礼。恭喜颁发全勤奖，接下来要表扬的这一群小朋友呢，他们从小班的时候呢，就一路读到我们大班，都没有停止过。那现在呢，我们也要特地颁个全勤奖来表扬他们。首先，请我们全勤奖的洪世哲小朋友请出列，杨浩翔小朋友，陈，一个。好，来，那我们先，这个奖项很不容易哦，所以我们园长妈咪呢，一个一个要来表扬。恭喜，接着来欢迎我们的杨浩翔小朋友。请奖的得主陈怡安小朋友请出列，全勤奖得主杨伟涵小朋友请出列，